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race Life 每个星期一的在家运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做我们的心肺平衡雕塑系列第四集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着重于我们的手臂雕塑跟我们的核心运动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肺运动的部分会用到很多大腿、小腿还有屁股的力量，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全身的运动。我们今天会做五组的动作，每组一样都会有心肺运动、平衡运动跟肌肉雕塑。我呢会拿哑铃来做这些动作，但是你如果不想拿哑铃的话也没有关系，还是会有非常好的运动效果，或是你可以拿两个保特瓶来当哑铃来用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先来做暖身的动作。第一个暖身动作呢，就是原地的提膝走路，开始暖暖我们的臀部关节、膝盖、大腿的肌肉，还有我们的腹部肌肉。提膝的动作呢，是需要用到你核心的力量的。下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侧的弓箭步，然后换另外一边。我们会有很多的腹斜肌的动作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核心好好的暖身起来。最后一次，再来呢，下一个动作，站立到核心。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原地跑步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进入第一组的动作。我们今天呢会做所有的心肺运动要做40秒钟，然后我们的平衡跟我们的肌肉雕塑要做15次。那我们准备一起开始吧。准备好吗？我们先做右边，预备，开始。可以加手的动作，增加心肺运动部分。我们先做右边，做20秒钟的时候呢，换左边。站起来的时候呢，不要驼背，记得要挺胸。OK， 换边，换左边。OK， 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平衡的动作。OK， 再来呢，平衡的动作，你如果想拿哑铃的话，可以手拿哑铃，然后举在肩上。但是你如果不想要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没有要拿哑铃。OK， 预备，双手举起，伸直，左手向后，弓箭步向右弯，上半身向右旋转，回中心，起来一下，二。7 8 9
十二。十三，快做完了。十四，十五。OK， 放松。OK， 再来呢，我们准备做肌肉雕塑的动作。肌肉雕塑呢，我现在呢手中要拿五磅的哑铃，但是一样，你如果没有要拿哑铃的话没有关系。 OK， 躺在地上，预备好，双手双脚伸直，预备开始。延伸的时候手跟脚都不要碰地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卷曲的时候可以用力卷曲。十二十三十四，最后下十五。OK， 放松。第一组完成，我们准备进入第二组的心肺运动。心肺运动准备好吗？轮流，是左脚先，或是右脚先，在前面。心肺运动结束，我们来做平衡动作。再来的平衡动作呢，我手中会拿哑铃，现在一只手五磅。 OK， 十五下哦，预备，预备动作，举右脚，左手在上，预备开始。哇，完全就不平衡。一，看你的右脚可不可以尽量不要放下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最后下，
哇，倒了，只有重做一次，最后一下。哇，最后一下，怎么还是没有成功？最后一下 ，OK。哦，刚刚还蛮难的，我的左脚超酸。OK， 再来呢，肌肉雕塑的动作。OK， 一样的，我一只手拿五磅的，其实只需要一个哑铃。OK， 预备好吗？我一只左手拿五磅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剩下两下，十四，十五 ，OK， 放松，左手非常的酸 ，OK， 我们来进入第三组的心肺运动。预备。开始，提心跑，尽量把膝盖提九十度，时间很快就过了，尽量越能看你能够多快，越快越好，膝盖提越高越好，不到二十秒钟，不要放弃，继续，快要结束了。剩下十秒钟，OK， 我们准备进入平衡动作。OK， 平衡动作呢，回到刚刚的弓箭步，这次呢是右脚向后，向左旋转。OK， 双手举高伸直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二，十三，双手伸直，十四，最后一下，十五 ，OK，
放松。再来呢，我们要做肌肉雕塑的部分。OK， 跟刚刚一样呢，做类似仰卧起坐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哑铃拿在右手。OK， 所以呢，预备动作，预备，开始。下吗？我刚刚好像少算一下，五、六、七，宁可多做八、九。越向那一边都快要出镜头了。 OK， 这组完成，我们准备下一组的心肺运动。预备，开始。结束了，不要放松，不要放弃。五、四 ，OK， 心肺运动结束，准备做平衡动作。继续拿哑铃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。这次呢，我们以右脚为中心。刚刚的弓箭步跳好累哦。 OK， 预备，左脚先提起，然后右手也提起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准备做肌肉雕塑。OK， 预备好吗？先是下犬式哦，
然后呢，右脚先开始举起，收回，提高，放下，左手，左脚举起，一下，两下。休息一下，六，七，我们做十下就好了，我快累死了。很累，九，最后一下，标准的把它做完，放松。哦，刚刚动作好难哦。OK， 休息一下，准备进入心肺运动。OK， 预备。OK， 快结束啦 ！OK， 最后的心肺运动完成，准备进入平衡动作。OK， 再来呢，下一个平衡动作，准备。起来，然后呢，下脚向前摸你的手指头 ，OK， 回来，一，二，三。下脚比较不习惯，所以平衡很困难。第五，第六，第七，第八，应该是第七结束，现在才是第八，我们做十下就好了，临时放弃。第九，下，
十。重新放松，动作太难了。OK， 我们来做瘦身操。我真的是汗流浃背，给你们看一下。Oh my goodness， 超多汗的。我在设计这套动作的时候，想说 OK 的，也可以做成的，但是呢。一方面我生病，生病来这边做那么激烈运动，不要被我妈知道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我太小看动作难度了。OK， 我们先左右踏步。OK， 我们先拉右脚大腿，真的好喘哦。你们有没有那种生病然后觉得自己超虚弱的，可是还是很想运动？我这几天就是这样，今天是算是生病的第四天，所以已经好了很多了，可以换脚，但是呢还是有点鼻塞，所以都要用嘴巴呼吸。 OK 的，我之前啊有在读那个一些paper 啊，然后他们就在关调查说，不是调查，应该说做研究说生病到底可不可以做运动。OK， 然后呢，调查结果就是说，生病的时候还是可以做运动，我们做下犬式。生病的时候还是可以做运动，但是呢，就是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。然后很多人生病的时候做完运动反而感觉比较舒服。刚刚做好多这个下犬式的动作，肩膀很酸。OK， 再来呢，膝盖放下，我们做腰向下压，膝盖不是膝盖，肩膀向下，然后背拱起。吐气，再一次。OK， 然后拿屁股坐下来。双脚伸直，然后身体向前，尽量去摸你的脚趾头。拉一下你的背部肌肉跟肩膀那边腋下的肌肉，因为刚刚用很多。再来呢，挺胸，右手呢放在屁股正后方。然后呢，向右边旋转。然后换边，左手放在屁股正后方，旋转。All right。我们今天的运动到此结束，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一系列的心肺平衡雕塑，然后继续每个星期一跟我一起在家做运动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。也太多汗了吧，你看那滴汗滴下来